人也控刚才的那个面积，没错。是，哦，这么早就打起来了，而且这么近的距离，这是车队碰到了吧？是因为 FTY 是比，就是因为他跳这个点，他对于时期的影响会比较大，所以说这两把时期都是选择了提早出门，然后碰上了上位集结的 FTY。是的。就是他不像牛海比那样啊，我就一个城里面，别人也不会来。被包了。这点 DG98， 这是原点宋江出枪，放到 GBL 一个。是的，宋江几乎是把这个人先打半血，然后再自己淘汰掉。这个 GBL 现在目前其实有一点。看时期怎么破这个点，好吧。先等人来。哎呦！哎呦！小五，海伦你在愣神？这个太快了。是的。看那个脚趾头。我真的觉得海伦长时间下来以后。大脑都放空掉了那会儿，正常因为对方一直没进来，他搞不清楚对手到底知不知道。其实说实话，十七，我刚才看十七视角，我就知道他知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第二辆车贴过来，是的。第二个人位置锁，蓝波被摆，全摆，都被十七兽被打倒了。现在十七两边选手的血量也不是很多，龙斯克在外面打了一半血的蓝波，啊，对呀，扔个雷他又不好出去，他只能硬出，哎，啊，你关门就知道了，哎呀，这个门。这个兰博的灵性关门想扔闪打往西边走了一点，提前是把金鱼岛给排掉了。是的，这样直接接住，哇，这个速度出枪效率。但是燃烧弹是把小五弟弟给击倒了。是的，现在是实际说一打二，先把分数换了，不跟你多逼逼。经典没顶住，还是差一个。是两个人打起药来，二清一。哎，牛海比来了啊！打终于找到机会了，啊，外面有就是打那瓦，外面有枪线，得先进来。哎呀，换成一颗雷把明明给补了。外面有人抽，赶紧进来，先进来。就进来，拿人压死了，一人一口唾沫把他烟都淹死了。牛海比这波来打河豚，最后只能一路向北。这，你看关键是他上山，上山完之后他又拉回来，你像在跑拉力赛一样。就他兜了一圈。是的，然后发现中间没地方待。这个其实。在这个时候指挥已经有点乱了，就说不出。天安这波是真的有点伤啊，但凡是满编这把都是有机会吃大分。是的，不过即便如此他还是有机会。是的，只是可能分拿的不会太大。是的，连狙连续放倒 GFY 两个人，然后近点直接冲了，要顶。现在目前是911跟个拍照全员贴到近点反坡，因为这个时候要赶紧处理。对，人已经很少了，其实难度降低很多，就他们打 GFY。但 GFY 看似不太想打，你看 GFY 的整体箭头，我要走，兄弟。三秒看了一眼，兄弟转场没人，快溜！是的，来不及解释了，快走。还好他们没有开这个不开。还好附近没什么人抽他们，这是最关键的。看一下贴脸 DK 和天霸又来了。经典，奥特是走到了天霸的包围网当中，是 Loki 补枪把灵树打了。灵树被补了，但是天霸人还是多一点。是的，这个小兵房看 Loki 怎么一v一 battle。Foxy 的乱战头被 K 了，气死了。唐弟弟倒 ，Loki 这波很稳啊，打了人之后先关门，再把唐弟弟补掉。崔潇这个时候要过来扔雷，还是七七两个人这个时候可以打抱团，先把馒头补掉。Loki 还这个血量还可以一战呢。是的，他这个小身位的控制，他是原点阿卡这个出枪导致崔潇没了。Loki 在这一波当中又是如鱼得水，是的，将七七打掉。这波的话 ，DK 是拿下了。但是另一波专场当中 ，Pero 依旧是追着 GFY， 这个是没事贴到了专场的反坡，但是旁边有 USG， 但这个斜坡它跟 USG 共用一个坡，好像有点难，对，不太好。就只剩一个独狼，经济没有任何压力，可以拉出来在反坡位置限制 4M 这一波。Pero 已经知道你在下坡了，直接拉出来打。左子轩被永远打掉，这波小黄一鸣要往前去顶，打了一个侧身龙头拳，没了，是侧翼的经济出枪。这 4M 其实就击倒的话也没时间再打。这个切角是真的找着牛哥总啊。是的。好，这里 Adder 被击倒，给了 Peril 缓过一口气的机会。但是现在经典的就是大家都不要想上这个坡。但是 FTY 人不多 ，FTY 只有一个。想过来扣分。经济怎么被到处打呀？经济被 USG 打完被 BGP 打。有分数 K。打一个。现在FTY 是要变相的去帮助 Peril 防止 USG 的进攻，一个手雷黄子龙炸到了美式咖啡，还有两个人，有人头被 K， 人头被 K。其实 FTY 这个时候是无差别输出，他看到谁打谁。现在对于 Peril 来说，其实 K 一个无所谓，只要我这波能扛住就行了。是的，
只是 Pero 这个更贴近底坡，就是他不太好看到，然后 USC 那边就更明显。嗯。那个牛兄已经把马蒂带走了。还包含着一些 GX 的枪线啊。是。天路被淘汰。这里 FTY 无差别输出，拼命的得分的一个状态。是的。是的，这个婆家专场其实不太好加，真的。是的。但是，哎呀。怎么后面的人被击倒了？后面的队友这个很影响得分的效率啊！是啊，你们就看Pero发挥好吧？我看到 TX 好像也往那边去走了呀，这样的话 Petrus 好像这边有点顶不住了。Pero 对抗 Genji， 人不多了啊！马云龙这里也是大残，是的，马云龙先找掩体过点被打掉 ，Ramba 的战斗能力还是很强，又回头180度转过去打个 Q， 打了个 Q， 这个波是 BGP 想要找 Genji 的屁股，但是没想到。贴了钢板，是的，是的，因为刚好打完 Genji 一回头就是一个 BGP， 掉头就跑，这个太浪了，赶紧走，放了朴老师，后面我们还能玩。朴老师，朴老师都被补了，带拖的出来，来哥带你去找乐子。现在牛哥是目前场上唯一的在圈的防区，我真的离谱，他这个技巧是真的离谱。最后带走 Genji 的还是 GEX， 这个 BGP， 哎呀，手起刀落。第一进酒吧就没想到屁股还有个罗皮，哦呦，差点还被反杀。是的，要不是蓝圈太痛了，他真的还能够再反杀一个呢。不愧是38000啊！他有了新的绰号，不愧是好多人眼中的第一人。哦，38000倒了 ，and 能救啊！关键是啊，现在他得找机会了，看看能不能把这个timing抓住，对吧？啊，那是可以放倒了 Civil， 这有点难受呀。你扶起来之后，他还得找辆车穿越长长的过点。宋江真是裸跑来了，苏平好像是想对底坡土路上阿卡德那一侧进行发起冲击。嗯，你 Happy 想的是从底坡贴过去热，这波把宋江打了车冒烟了，就是两分。哎呦！接了一个，但是再往前看到 KDF 脸上了，哇，哎、被宋江跟 Flash K 同时瓜分掉。宋江这边还拿两分，是的，这样的话 KDF 就没压力了。是的，但是周平好像在抓 timing 的过程当中被发现了4-2，没机会了，这个就比较难了。是的，虽然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还有、哎、骗他要想要去骗对方给分，哦，这是换成倒了，嗯、直接撞，要过来拿分，想撞了，想撞了，上车了。但是我说实话，你真要贴啊，其实机会不大。蓝圈来了，蓝圈过来了，嗯，啊，已经锁定了幻神在蓝楼的一楼，一颗手榴啊，这个就没办法了，4-1。是的，你所有的出口都被架住了，你怎么出呢？看楠楠给不给分吧。楠楠肯定不给啊。是的，就如果他不来的话，就这两个人肯定都不出去了。对。啊，恭喜。